第三届北港妈祖杯全国排球比赛如期在北港电力体育馆顶运动场活力展开。现场满满支持民众，或者排球赛事在北港成为全程运动。廖天钧也成功培养观众，也让今年报名参赛队伍惊人的爆满。今年那个比赛队伍增加53队，总共增加800多人的选手，还不包括这个冠休啦，哈、可怜啦，哈、这是一个足好的现象，表示咱办的活动，哈、像是迄个这代理大家哈，迄、个支持的啦，哈、每年啊、有可能会突破250几。虽然在开始比赛第一天天气淡薄落雨，不过一点也无影响民众学生小少来到劳力。怎么下雨来看？就来看看，是我们之前出来时候刚好要来这里打球，结果他关的时候就去看那个公告，然后就看到了。对啊，骑摩托车过来啊，觉得这是地方的盛事啊，很好啊。这个办这个很有意义啊！开赛意义，因为我们这意义就是会花啦哈、因为我们这个排球赛的运动是在室内的啊、所以不影响比赛的那一个流程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也尽量为了大家来关心这个比赛。现在北港妈祖杯全国排球比赛已经在北港劳力展开，精彩赛事一直到4号。廖天钧欢迎民众一个假日来北港看刺激的赛事，活力加油！记者李克森，长报道。